Hello， 夏天到了，我们在 Simon 的 background， 那个摄影师可不可以是 pan 一下？可是我没有摄影师，对，我们比较穷。对，你看我有没有缝？有没有缝？我穷到，你缝一缝，又要这个梗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在 Simon 的 backyard， 对，就是发现你家就是很大，没有很大吧？对。那我们今天是有什么话题呢？还要 cue 你？今天是这样子，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样子。真的有点惨不忍睹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就想说做一个回忆，还有一个做一个以前和现在一个对比。哇，你以前就是很不诚实，哎，就是 server， 就是有一种很原始的感觉。我不原始，但就差不多这个意思。OK， 吓死，出意外。对，你很喜欢穿这种衬衫 polo， 然后这不是我买的，这不是我这个很难穿，因为我就是对我也买了很多，然后就是最后都扔掉了。然后这个是我跟我哇，你的衣服真的哇，你这就是同一个 style 的，就发觉，然后就没有这衣服，因为是以前买的，就真的是真的很土哎、欸，是土到渣的。我觉得我外婆都比我 fashion， 就哇，你以前的 style 是怎么说？就是已经到了30岁了，对，就是。就已经老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曾经就已经老过了。其实过分，但是你那个粉红色的那个 polo 真的是可以烧掉，我已经烧掉了，谢谢。我已经当抹布了。好，突然觉得现在你原来是这么潮的，我就是你看我以前怪错你了。你看这样子，以前反过来一点点往上，你就拍这种沙龙照耶。我发现你其实也 OK 了，就但是我会觉得算是 buckable 了 ，buckable 这可以播，可以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头发那时候还是很流行。大概这样，就是那种谢霆锋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就是让香港人剪的头，稍微近一点，一点，对对对，让大家看一个演变史，就是一个突然人类进化史。天哪，这件衣服，这件衣服，你看，这件衣服就是我现在还在穿，就是这件哎。哇，你的衣服真的是都就看到破就对了。我真的很省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有的衣服我买了，我觉得喜欢的衣服我会穿很久，然后就是也会洗的比较小心一点而已。谁给你拍的？我们出去玩的一个女生啊，女生。对，我就说你随便帮我按，我这边玩就好了。你以前自信就不少，就是OK 啦，就然后 that bad， 然后就是这种就是就好像小装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就有点直的感觉，对，有点直。现在、就是、到我了吧？到 Martin 的 part， 我的可能就是稍微会改变多一点吧，就是。哦、oh, ，really？ 我就是算是多了给你尴尬的，我这样子。哦，哇哦！没有了，开玩笑。第一，这个是我第一张，哎，这有像专辑封面，有2007年哦，就我已经长这样子了，11年前。这个是我朋友Michelle吗？啊，这是我第二任女朋友。Oh my god！ 你看那个时候我发型就是属于比较韩系，但是又有一点，然后现在，但是那个年代会比较像有对走那个叫沙马特。我，对，我发现我以前还蛮港仔的。对，你是吗？哇，这个就是我还很感染哦，就是非常我的时候是龙珠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你的好。哎，这张有点娘娘，就是娘娘的台台的那种感觉，台湾小时候。然后现在，这个 OK， 这个 OK， 黑头发好看。我一直最后就觉得就是还是我们是什么样的色儿就什么色儿。哎，是不是有 Leo 在这个？这个对，我一看就是他，他有同意吗？但是他先找这个主题是 Leo 想的好吗？对 ，Leo 谢你哦，活该。这种疯癫的钱是钱，20几年都是我妈帮剪的，我是最近这2年才出来剪。你知道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，全都是自己在剪哦，是吗？难怪那么丑。后来自从去了一次，花那时候还觉得哇，剪30下一次，好不错其实。哇，这头花了80吧？是啊，还蛮帅的，是吗？这个那时候也会好茂密啊，现在比较难。是因为加拿大水质的关系吗？哎，这张帅，这张好看，这几年就开始流行。对，寸我们不是看发型吗？就是，但是我的样子好像是没什么变。但是说实话，发型会改变一个人，改变跟真的很多。我们发型可以做一集的是发型这件事，哎，你要不要留回去啊？这样就是嫩嫩的，有啊。这是我12年上，但是我发觉就是说，头发一旦变。就是放上去，就弄上去之后，这个就是就放不下来的感觉。对，你看我这就放上去了，就好。额头真的是可以白手，真的是拿来可以，就是如果再照一盏光啊，是 double 它的光。我之后就九偏了，因为我妈就越剪越短，就变得孔雀了，很好笑，笑死了。然后现在又返回来了，现在回来。像我头发是类似像基本上都在那个安全范围内，然后也是还蛮赶上的，他好爱。是吧？是吧？对，你是比较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改变一下也蛮不错的。就是我真的有时候怕剪短，就是改变太丑，就啊，妈的！好了，这样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要吃饭了，好饿死了，真的好饿。
那我们还要做一集吗？做一集吧，再看看，或者看马玉要来。